站在球场中央，手拿彩球，卖力扭腰摆臀。乐天女孩李多惠十四号来台首秀，超过7000名粉丝进场支持。作为新一代焦点女神，当天和她留下这张合照。又是眨眼，又是嘟嘴，右边手拿镜头的是乐天应援团长壮壮。网友定睛一看，发现竟有着姐妹脸，白皙皮肤，会笑的眼睛，像是双胞胎。壮壮自身的高人气也很了得。还有你们，还有我，我才可以一路的走到现在。日前发行个人写真，大批粉丝到场应援，这回大方的留下和新团员的合照，说欢迎你，壮壮团长爱你哦。只是随着李多惠顺风离台，有粉丝发现连社群也一并清空。原本该是24小时后才会消失的现实动态，现在却一篇不剩。迪卡上网友发问，不都是会转发的吗？真的好奇怪。有的人直言，难道来台只为了钱？不过也有人护航，会不会是系统 bug？ 但另一种可能就是他回韩国后又有下阶段行程，清空动态，见怪不怪。除了台湾球坛，李多惠对演艺圈同样多少涉猎。갔던영화가하나있는데이제그시절우리가사랑했던소녀 네거기나온배우들알아요就是这席话让作品导演九把刀转发，虽然只说了好欧两个字，接着留言补充，我都45岁了，简单帅气即可，感受到被肯定的喜悦。李多惠下回预计在5月1号到5月7号来台，最重要的是2号到4号乐天桃园主场三连战，届时有机会和林湘碰头，形成双输最美场面。特别是黄灿将军他们到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